打造一条龙飞航育才基地，台中朝阳科大耗资超过2000万元，建制了实习国际航空站以及机场管制塔台模拟教室，正式启用。除了有仿真设备，还有180度机场环境塔台模拟，让学生从座中学累积经验值。那再跟你确认一次。拖着行李来到自动报到机的前面，确认班机和护照，以为地点在桃园国际机场吗？这里其实是朝阳科大的实习国际航空站。出国的行李进入安检程序，校方耗资超过2000万，建制了实习国际航空站以及机场管制塔台的模拟教室，正式启用。那我们朝阳科技大学从7年前啊开始呢。这个筹备航空学院，就是为了要培养全部的航空人才，包括机务人才、运务人才，还有航务人才。那我们希望学生呢，是可以在这个拟真的环境中学习到航空产业所需要的各式各样的专业技能。那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实习航空站呢，就是让学生呢能够从到机场柜台报到，一直到安检，一直到 boarding 这个流程呢能够熟悉。它基本上是完完全全就是比照国际民航组织第十四号赴约跟第9号赴约的一个概念。好，那第9号赴约里头有讲到了所谓的 CIQS。CIQS， 那 CIQS 的话，包含了海关，包含了移民署，包含了检疫，还有安全检查的一个元素。那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出境端，那随着我们身后的这个是情境教室77机身打造的情境教室，在年底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再建制一个入境端，那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从出境到入境都包含了。608 taxi to runway 05 left。塔台人员和机师利用无线电确认飞机起飞的航道，镜头再转到机场管制塔台的模拟教室，180度仿真的环景荧幕搭配 AI 科技。这套由飞航系自主开发的教学系统，不但能模拟航班飞机起降和各种的天候状况，还能提供学生们进行演练。其他校园里面找不到跟我们一样的设备，然后我们可以也算是就是先预习一下，如果毕业之后就不会急失业这样。经过这次学飞之后，我不仅学到就是，假如你穿上飞行员这套制服，你唯一的责任就是要如何将飞机安稳的带入到地面上。借由一系列的仿真航空设备和教学情境，让学生们从座中学进行交流，经验值倍倍增，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